那个肋骨有那个啵啵啵的那个声音。那因为我经过，我问我，因为我有侄女也是在当护理师，我问他，他说那个就是气胸了。好，那我那当下我有就我们赶快就用就叫救护车，然后送过来。那经过电脑断层以后才知道说，两边都有断掉，然后就是刚才讲的有九根的，还有四根，然后合起来就有十二根，那要去要去定位它。那而且会有血胸，那这样的话就影响到就有会有危险性。因为我手术大概是七个小时，那完了以后进入加护病房，这期间也很感谢加护病房里面的护理师哈，也很细心的照顾。是在一年之后，如果说这个骨头愈合不良，它还是会产生一个长期慢性疼痛的一个状况。那像林志玲、刘德华之前他们这个受伤肋骨骨折的一个状况，那如果有在特定的状况下，如果接受了这个最新的肋骨骨折矫正手术呢，能够让这个复原的时期呢大为缩短，那快速的恢复到工作的岗位，那一个我们讲的及时行乐的一个情形。